各位学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真辛苦吼，安尼会忝未？好，安尼精神好，安尼就对啊。台湾人应该爱有这个精神啊，对不对？这拢日本时代吼，人较早人拢讲日本仔就是这种精神啊。我爸爸嘛是透早足早就拢起来啊。迄就是因的作息拢总相共，受日本教育。阮爸爸正八十五，爱拢足早就起来啊！啊起来吼，透早咧拢啉一杯，因咧因较早用一碗，拢一碗白滚水。哦啊，所以讲伊的身体，伊即阵吼，有拄时拢要个洗冷水，嘿，身体拢真好。吼、哦、啊，咱即节课吼，咱有两点钟，吼、哦、两点钟，啊这个。前四十分钟吼，咱来讲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吼，历史啊，互大家了解。啊，这个二十分钟呢，咱就是讲现状，吼，现状的社会吼，做一个比对。啊，这个当中咱会休困十分钟，吼啊，第二节课的五十分钟，咱就是拢讲法律。吼啊，我要甲大家补充一下吼，咱拄啊秘书长有讲这个。咱申请迄个 ID， 在座有几个申请 ID？ 漳州、喔，我甲你讲，迄张身份证是真正足好用的，因为吼、喔，咱一个同心，迄、那个同心就是阮台南州的，伊调伫去美国，伊较早就是伫美国吼、喔，甲因头家。在做这个软体电脑的，这个生意啦，吼，这个公司的业务，伊有一天去看到咱台湾民政府，吼，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，啊，伊即马吼，讲，哎，这真好，打电话转来甲因爸爸妈妈讲，你爱来上课，啊，来请这个身份证，伊这边吼，伊身份证因为那是顶一批单退掉。伊调伫入海关的时阵，甲问这海关的人员，伊讲：啊，到底这张身份证是有效啊，无效？是真的啊，假？海关的人员甲讲吼：你哪无护照啊？护照是判给你，你用这张都会使啊。啊，伊即马佫甲讲吼。啊，你上好，卖讲，就真正讲无法度去判给你，用一张是会使，但是尽量拢爱有护照啦。但是这敢是咱的护照？唔是嘛？哦，所以讲，拄阿秘书长讲的，这张身份证是千真万确有效的。啊，无话哦，一挂只反对的人讲，啊，恁请这甲一千块，我管咧印的迄。一张100块啊，300块都好，啊，无你家己去看卖咧，看起迄张有效啊，无效？哦，这伫遮吼，我阁做详细，甲大家解说，这张身份证是100%有效的。哦，那目前伫194个国家来讲，都行得通，哦，拢会行得通哈、哦。来啊，这节课哈，因为我的课。每一边的初级班无同，哦，每一个初级班都不一样，无同人，啊，所以讲我这诶这个题目吼，较无啥变，哦，啊，话有都是啊，那较现状，我会稍微做一个修饰，因为啊，这拢是真真正正咱的历史，唔是即马所有，吼、哦，这大学生啦、啊，哦，这反课纲。就爱看这，这是真真正正咱的历史伫遮。因为我徛伫遮吼，我袂少袂讲者。我徛伫遮，虽然是向恁遮讲，但是全球有70万人伫遮看我，吼伫遮讲遮历史，这拢是真的。啊，若无讲唔对的，美国下晡就有动作啊。啊，你这江苏乌白讲袂使，哦，所以讲我伫遮讲的问题。哦，包括咱秘书长讲的，哦，这个国际战争法是安怎？台湾到即阵的地位也无正常化，
是安怎样的？哦，我伫等下伫遮，我会一一甲大家做一个解说，哈、哦。啊，因为这拢是标题，哈、哦，拢是标题。较等下我会拢会做一个详细的做一个解说，哈、哦。啊，因为这节课我这课是算近代的战争的历史的回顾，哦，无够对啥物元朝啦，啥物郑成功遐是，迄因为较复杂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伫近代，哈、哦。就是1894年，吼、哦，这个甲午战争结束了，吼、哦，大清战败嘛，吼、哦，就是1895年4月17日，吼、哦，签了这个《下关条约》。啊，那咱一般一切都是讲《马关条约》，哦，《马关条约》这咱拢大家拢较知影。哦，啊，其实伫日本来讲是《下关条约》，哈、哦，啊，伫5月7日来生效，哈、哦。啊！伫即马生效了，6月7日吼，又开始交割，6月17日开始施政哦。天皇有接到这个土地了，伊就开始施政吼。所以讲，伫1905年吼，甲1915年这10年的时间吼，头一届台湾建立主权哈，沙文体哈，建立这个主权。以这个主权的问题哈，是最近这100多年来，到这个主权的问题出现。哦，啊，无较早拢在战争哦，拢占的啊，都伊下，吼，所以讲这个主权，哦，这咱等下拢会讲到吼、哦。来，啊，即马到这个1937年4月7日开始皇民化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1941年12月7日就发生，吼、哦，第二次这个世界大战，就是太平洋战争，咱是属于太平洋战区，吼、哦，无属于中国战区，吼、哦。过来就是1945年4月7日实施明治宪法。哎，这个1937年这嘛一个4月7日呢？啊，这个1945年搁一个4月7日，可能这4月7日较好记，啊，可能嘛日子较好个款哦，哈、哦。其实唔是，4月7日是伫日本的这个制度内底，公告机关吼、哦，还是学校，就是4月7日，迄是因个会计年度。拢伫浙江来上班上课，哦，这是呢会计年度，哈、哦。过下来就是这个1945年8月15日，哈、哦，天皇无条件投降，哈、哦，就是受到伊迄两粒原子炸弹。但是原底我有用影片，但是这影片哦时间有较长，所以讲后边才会讲了较无清楚，哈、哦。所以讲这个影片我给简略起来，哦，来，再来就是1951年。哦，这个9月7日，这上重要的，上重要的这条，哦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哈、哦，伫这个9月7日来签约，但是浙江签约了，无代表终战，哦，无代表终战，就是讲签约了后，战争嘛要阁开始在进行了，都爱到浙江1952年。4月28日生效，浙江那叫做终战，停的啊，哦，生效了哈、哦。来，啊，咱即摆咱来看这个《马关条约》这个原文呐、啊。其实咱较早咧读册啊，拢安尼课本安尼狠狠的过，安就带过啊，无足详细来写。来做一个解说，但是咱看到这原文了，咱也知影讲哦，原来咱读的遐拢是假历史，拢是中华民国哦，这个国民党伊甲咱骗的，伊来甲咱抹黑哦，来，互咱遮安尼，大家安尼戆戆安尼读要七十年，阿哥拢未清醒，所以讲哦，恁在座像较早阮在讲讲的时阵哦，实在讲的有够艰苦的，无像讲即阵啊。有只个 DM 互恁看，哦啊，拄着媒体阁会报者，阮迄阵是完全拢总无，拢当空嘴薄舌安尼讲，啊有诶讲讲话要惊死，无恁去穿就好啊，拢安尼。啊，即马话吼，知影这真正历史，啊较早嘛无这个教室，较早拢是第一教室，就是5楼遐，拢伫遐上课，哦，啊恁即马这个第二教室遮，较早就是餐厅。就是用这个乌网啊，安尼盖的，安尼个这个拱门型的安尼尔。哦，安那落，跟食饭拢会滴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即嘛。
咱人愈来愈多，所以讲咱得爱设备搁较好。啊，这个设备袂浪费，因为咱接种了后，这150,000人的这些事务官，恁在座拢是行政官哦，恁爱记的，你们是行政官，就是一级主管。啊，你伫一级主管下面，这就是事务官。啊，这事务官要安怎，拢爱在受训。所以讲，恁一本新台湾论啊，是对的。哦，伊过去拢爱考试啊，像长老考试，你敢知影考试200条，2点钟，你若阁看第二届时阵，可能就袂赴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你爱读个足详细、足清楚，迄300个啊，那考几个过？3个过尔，更毋是足悬呢，60分及格。啊，甚至有的也有考迄落个位数的，那奇怪，弄个些打圈嘛，无可能会迄落个位数的出来。所以讲吼，啊，拢爱买是102条的选择题，思维题当80条呢。安尼你甲想，啊，都对甲差啊，1234，啊，足简单啊。个册也当互你看哦，你就考袂过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伫这个国际战争法内底，足深的啊，足深的哈。哎、哦，都是新台湾论，以后所有的公务人员，拢一定要考试，哦，你要经过考试。啊，那无你伫这70年内底啊，70年以内，迄、那个头脑拢洗甲安尼。电空空啊！咱咧甲因讲的时阵哦，他容不下这个法理啊，所以讲你若甲伊讲，也产生挤兑，哎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对，三省安尼来哈、哦。来啊，这个是第一条哈、哦，大清帝国加这个大日本帝国的皇帝，这是皇帝加皇帝，唔是政府加政府哦，皇帝加皇帝所订立合约哦，就是皇帝加皇帝签约的。所以讲，台湾甲澎湖是大清以永久永远挂念大日本天皇。哦，所以讲，你一定爱知影，咱这块土地是谁的？咱大这块土地顶啊，一个主人的，哦，就是日本天皇。日本是唔对哦。哦，即马这个新的日本是哪四个岛屿呢？哦，就是本州、九州、四国、甲北海道这四个所组成的新的这个日本政府，哦，叫做新日本政府，哦，不是大日本帝国的政府，哈、哦。来啊，当这时这个下关条约是上甲上面人来签约，哈、哦，这中国伊是派这李鸿章，哈、哦，这咱大家切拢中国切拢知影，但是这日本这就唔知影较少，哈、哦，这叫做伊藤博文，哈、哦。啊，6月7日交割的时阵，伫这个36个岛屿交割的时阵，是由华山之计，因为太太派华山之计，以华山之计是咱第一任的总督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天皇接到这个这个这个土地了，吼、哦、啊，叫华山之计，吼、哦、来你来加，吼、哦、这第一任的总督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李金芳就是拄啊李鸿章的第二后生。哦，李金芳，闽南啊，甲要相共吼，啊，所以讲因两个吼、哦、来伫这个36个岛屿，伫三江内吼，包括你顶的迄小块铺一块，迄嘛是岛，哦，群岛嘛，哦，规个群岛就是规个，哦，啊来一一点招，吼、哦，点高啦哈、哦，啊，这个下关条约，迄是一个地名，哦，你包括开罗宣言。这嘛是一个地名哦，就是埃及的开罗啊，波斯坦就是一个德国的小城市哈、哦。下关就是这个北九州，日本这个北九州哈、哦，北九州市的这个京啊，这个下关市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就是伫这，
原来哈，这个就是日清讲和哈，这叫做春返楼啦，台语叫做春芳楼哈，这是上原地，但是伊这拢有看乌遐，吼啊，拢用迄个黑诺器，吼，规个电规个，吼，所以讲足水个。啊，但是伫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就是因为原子弹的关系，所以讲遮规个夷为平地。哦，但是天皇有交代伊藤博文，搁伫原来的所在，搁起这个，哦，叫啥日清讲和纪念馆，哦，就是遮。哎，伊惊，这个就是港口，哦，就是下关，叫做下关条约，哦，迄个拢伫港口啦。啊，因当这时在讲的时阵，吼，哦，这个就是有把这个小辫子的，这个吼，哦，这个李鸿章，吼，哦，啊，这个伊藤博文，吼，哦，按，啊，在签约的当中，本来签几啊届，吼，哦，但成，吼，哦。啊，你甲看，咱伫台湾遮。总共有十八音，还是十九音？哦，咱也来讲啊，哈，是应该是讲哦，十九音上尾音嘛，哈，安藤利吉伫遮做总督，但是这个十八音其实是十八音是天皇所任命的，十九音都唔是啊，哦，十九音就是东条英机，就是较在日本的首相，哦，首相。哦，伊来任命啊，因为他也是十九年，他也是由首相。因为迄阵1945年4月7日，就是这个天皇实施明治宪法来伫台湾，哦，所以讲将台湾甲澎湖已经合并伫神圣不可分割的这个领土，领土你都挂袂出去啊，哦，领土你都挂袂出去啊，但是呐，殖民地。战败，你若无钱，你就爱挂地来陪人，吼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个十九年对1945年4月7日了后，哦，这個，安藤利吉是由东条英机首相来任命，吼，哦，来，啊，这个领有台湾，吼，哦，而且主权的天皇陛下，吼，哦，就是有这三任。明治天皇，哈，这是伊的年号，哈，年号。大正天皇，哈，啊，过来就是昭和天皇，啊，过来就是咱金上天皇，哈，伊的年号叫做平成。我相信咱在座哪有请身份证的，可能阿公，哦，还是爸爸，拢会专地是昭和较济。哦，甚至为有要有大政，哈，哦，大政。啊，那明治了，较正常，像阮阿公、阮内公，哦，进100多岁啊，哦，都伊可能，但是往生呀，哈，哦，哎，我甲查到伊就是明治，哦，啊，阮爸爸就是大政14年，哈，哦，啊，过来落来遮，阮阿叔因遐，哈，哦，遮都拢总是昭和。这个年号啊，伊真真正正的名哈，这个明治天皇叫做睦仁，大正天皇叫做嘉仁，哈啊，昭和天皇叫做汝霖。但是即马咱每一年10月20日，咱拢去这个日本哈皇宫改祝寿，这就是咱东京的皇上叫做明仁。但是明仁的后生，哈，哦，短后生叫做德仁。哦，这个皇太子，哦，德仁，但是皇太子他德仁伊无生后生，哦，所以讲是第二个后生，哦，有生一个，迄，那个叫做悠仁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大日本帝国干有滴诶，有滴诶，天皇哪有滴诶，大日本帝国都有滴诶。来啊，这是这个皇民化哈，哦，对，1895年开始哈，哦，啊，用这个10年时间赶紧建立主权哈，哦，啊，对，1937年4月1号哦开始皇民化，
方面化，就是教咱读册，这个日语，哦，啊，要人甲人有长辈爱下辈要安怎称呼，吼、哦。哦，这阮爸爸因迄阵拢讲，无正式的这个教啊话，因拢是年岁吼，相差嘛几啊岁，三岁五岁拢有啊，做伙读，迄叫做读暗学啊。吼、哦，恁若年岁较侪，恁就拢知影。吼、哦，读暗学啊，啊就拢哦，即个日本吼、哦、老师啊来遮教。吼、哦，因为日本吼。哦无介熬啦，但是真个阿咧学习当中，哦，啊，这是较简单，哦，咱做一个四大人的称呼，吼、哦。那阿公，咱即马讲阿公，因较早了个乌卡酱，哦，乌豆酱，吼、哦，哦，这阿公阿妈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爸爸呢，咱就叫豆上，吼、哦，啊，妈妈，吼、哦，卡酱。吼、哦，啊那阿兄，那你叫逆上，吼、哦、逆上，啊那小弟，那你叫恶豆豆，吼恶豆豆，啊那大姊，吼、哦、有内将，吼、哦、有内将，啊那妹妹，吼姨妈豆，吼姨妈豆，啊那阿伯，阿姆，姨丈，姑丈。这个的这个辈分呢，一日早辈，咱拢叫奥里桑，吼、哦，啊那早辈的，咱拢常知啊，奥巴桑，吼、哦，像讲咱来去市啊，吼、哦，也是去买物件、买菜、买鱼、买肉，哦，那讲奥巴桑，吼、哦，给你买一个，吼、哦，什么菜，哦，啊是讲啊，这个加班。吼、哦，还是偷偷甲买两千块啊！吼、哦，咱拢会安尼称呼，袂讲共叫名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伫这个方面化过来了哦。吼、哦，有这个称呼，啊，这就是当中方面化诶这个演变。哦，你像讲，咱啊有咧做水电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眼，咱来讲啥？骗子，吼、哦，这唔是讲虾米啊，这是咱家那讲的啊。啊，咱日本时代拢叫骗子，啊，佮有迄个在俄罗斯的罗赖吧，吼、哦，啊，还有佮有迄个新闻机，咱讲新闻机来日用，这恁较下一辈只就较听无啊，较老一辈拢听哦，来日用，迄就是，吼、哦，日语的这个方言化，吼、哦，的由来，吼、哦。来，阿兰今麦过来个十，1941年12月7号，哈、哦，这个就是东条英机，哦，伊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哈、哦，就是东条英机。但是东条英机哈、哦，到尾啊，伊无被枪杀，哈、哦，伊是被绞刑，哈、哦，绞刑。哦，这个太平洋七夕珍珠港的这个情形，因为伊初五的时阵吼，伊已经船伫日本海已经个开出去啊，开出去了后，伊爱根本差不多到要两天的时间，达到迄个珍珠港。头二十点钟的时阵，伊开始发布战争，但是这战争要战争的话来讲，伫国际战争法内底有规定，国家甲国家爱有认同温准。吼、哦，但会当战争啊？若无的话来讲，变偷袭啊！偷袭伫内底，伫即个国际战争法内底，这严重的违法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因日本人头壳较巧，所以讲咱个七夕珍珠港。吼、哦，啊，其实伊去的时阵哦，伊这影片你伫 Google 拍去，你看到足济啊！啊，因为我是用做教材用，吼、哦，所以讲。我就无啥甲换，吼、哦！伊去的时阵，先炸这个港口，吼、哦，就是伊啊舰船，啊，甲一只飞机的炮弹，伊无甲炸伊的油库，伊迄个油库是半年的存量，
哦，就是讲即个船飞机要用的半年的即个存量就对。啊，伊遐若甲炸掉，伊若要过进只油，得过一段时间，吼、哦。对，这个影片就是后来在拍的，后来，哈、哦，后来拍有拍，这是欧贝嘛，黑白的，这是当时拍的，哎，当时拍的，战争的时候，当时拍的，哎，这就是啦，真的哈、哦，啊，伫这个。1941年，底下的那一代哈，哎，总统就是罗斯福总统，这个叫做小罗斯福，大罗斯福就是1902年，伊嘛做总统，好、哦，伊嘛做总统，但是大罗斯福跟小罗斯福，因两个是堂兄弟，好、哦，堂兄弟，所以讲为什么向这伊们总统，我当要用罗斯福，因为。伊是全球内底 number one 唯一一个做过四任的总统俩，其他对伊了后过来拢总是两任，吼、哦，拢总是两任。伊迄阵拢总迄个时间拢总是伫战争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伊、哦、嘛是用足济的精神，吼、哦，啊，可能压力足大，啊，本身伊的身体就无介好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伊拢坐轮椅，吼、哦，啊，伊。在运动的时阵，就是伫遮，就是北京白宫，吼、哦，伫这广场遮倒嘞，算跋倒，应该是要安怎讲？是咱来讲种有中风、踹断大条脑筋迄种情形，啊就倒嘞，啊就拢无起来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伫这广场。啊，这是北京的，大家知影无？这个就是白宫。这是我相机，甲客机内底翕，啊，我人袂当入去，因为我人若爬去一滴个墙啊，伊四颗连弹，拢是便衣，啊无就是服装的警察。我要翕相的时阵吼，迄、哦那个，咱的动心较矮吼。嗯，啊，一头前都拢徛女孩子啊，啊，正想要甲爬起哩。警察讲 ：“No！你袂使爬起哩，含枪啊都袂使打起。但是你伫枪啊，哦，咱徛拢徛伫遮，哦，伫翕相，安尼会使。啊，所以讲，我著徛伫咱台湾民政府，迄阵举小旗子尔，哦，所以讲，我那伫伫北京会惊啦，外围出现，哦，这真的不容易哈。哦啊！这北京太快，历任的总统拢伫内底。啊，这是伫后壁，啊，头前阁足快，吼、哦，头前阁足快。吼、哦，这是咱今年吼、哦，咱的夫人伫这个华盛顿 DC 吼、哦，这个国家记者会13楼吼，伫、哦、遐发表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历任的这个总统吼、哦，当这时的副总统就是杜鲁门吼、哦，啊，即马这个罗斯福。哦，病危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哦，在担任这个副总统。哦，这话伊是较唔知影啦。啊，我好、哦、大家知影讲啊，因为这个咱目前哈，一、哦、个是美国总统哦，这个军事占领到今一个是伊占的。哦啊，所以讲这个历代的这个总统。哦，咱都是拢，伊拢握着这个权力哈、哦，一代高一代哈。后、哦、来，安尼即阵买啊，较买啊，加对雷根加就知影。但是因所有都是民主党、共和党，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后，也是会开放这两个党。哦，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俩，什么民进党啦、国民党啦、什么青民党啦，啊一挂遐党，里里扣扣的，几啊十个党，遐拢总解职，拢总解散，就是剩这两个党，哦，共和党甲民主党，哦，爱当开放予咱大家同心，哦，去选择，哦，
哦，啊，甲这个克林顿呐，哈，小布希，哦，啊，过来的这个奥巴马，啊，这大家拢知啦，哈，奥巴马哪个唔知啊？来讲个正啊，哈。好来，啊，这里是1945年4月1号，吼，就是昭和天皇下诏书，啊，这诏书一定是比宪法搁较大，吼，因为你这个宪法哦，你就爱去经过国会，吼，统一过了，才会使。但是诏书啊，吼，诏书就是讲这命令，伊来下诏书啊，你伫4月7，甲这个国土，吼，这个台湾甲澎湖，你就爱个合并。哦，所以讲诏书吼、哦，一定比宪法较大啊，这拢是真呢。咱后壁咱迄个吼、哦、卖书的小姐吼，伊、哦、遐有迄是用线吼、哦、听的吼，迄本吼、哦，这拢贵个吼，拢贵个。啊，这是高沙义勇军，就是1945年。进前，迄阵要阁是殖民地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迄阵拢要叫做高沙义勇军，但是咱合并伫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后，就是实施宪法以后，就无叫做义勇军啊，迄阵叫做皇军，吼、哦，就是天皇正式伫台湾遮征兵，吼、哦，阮三姑嘛是，吼、哦、嘛是皇军，吼、哦。啊！伫战争结束了后，吼、哦，这个昭和天皇，伊甲这个三样，恁知无？哦，这是本尊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伊本尊，吼、哦。天皇有甲透过这个翻译，吼、哦，伊有甲这个麦克阿瑟讲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，这个战争的原因，拢总是由伊发动的。但是麦克阿瑟袂晓讲啊。伊就派伊边啊个左右手，吼、哦，去调查到底这边的战争是怎发起的。我都有讲啊，啥物人？无唔对，就是东条英机。所以东条英机伊无被枪杀，伊是用吊阿妈棍绞死恁仔嘛，吼、哦，就给缩起来啊，吊啊死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天皇，你也想看，伊非常的仁慈啊，伊甲这个身为这个。皇帝伊嘛讲，遮所有的代志发生的代志，拢伊有来承担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天皇无受到处分，吼、哦，无受到处分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伫密苏里舰吼内底吼签约吼签、哦、约的，1945年吼伫这个9月2号吼递投降书吼。哦啊！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，即个中国人，吼、哦，即位拢穿草鞋，啊，因无船呐，吼、哦，这就是麦克阿瑟，吼、哦，派这个军舰去甲因载过来，啊，载过来吼，无啥敢落来，因为咱有两艘的关东军拢徛伫啊，吼、哦，坐，迄就是精神啊。哎、啊，你即摆看到讲，啊，这乱在用台式话，啊，即摆美国人啊讲哦，你请担遮啊，后边拢直条条，怎啊用脚吼对脚床拢个踏落，好落来，啊，即人落来吼，为呾讲啊，安尼无安怎，呾一直落来呢，啊，无落来，迄呾迄刀吼背起，拢头壳都连落来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因迄波刀真正来，啊，即群人来拢派这来。这敢是枪击，这敢是军人，这不是，这拢遐当兵啊，这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拢穿草鞋，啊，咱是由这群人来管的，迄来吼、哦，看人水船啊转的吼，啊，都有水啊，啊，这有水了吼，因为那些五金行买，啊，转来，啊，就壁甲拍一空，啊，落，啊，转出来讲。奇怪，安内无水，我看人咧全拢有水，他也无水。走去讲，我今忙个迄头家吼，讲讲，你卖我物件在假，我要讲衬衫呢。啊，伊即摆讲，啊，你水讲是倒一堆，白啊，啊，全个都有水啊，人我看人咧全拢嘛有水。结果你啊看，啊，即落
地灵来来遮是变哪管啊？你是不是就爱有地下水吼，还是讲有迄井啊？有迄个水源，迄个水源头啊，你倒出来有供接来，唔当有迄个水哦。啊那家安尼，啊那涂骹挖了就看有金嘛无？吼、哦，所以讲迄个地灵差有够济，甚至年岁较济，国校的校长，迄个唔捌字呢？咱秘书长就好啦，秘书长是读建中，干嘛人叫港班的啦，港籍的啦，读建中，迄个老师吼、喔，单捌一篇的英语尔，伊来就拄头到尾拢读迄篇，结果咱秘书长讲，哎呀啦，问同学讲，啊你听有无？我听无，拢总听无啦，啊迄嘛咧做建中的老师啊，吼、喔。所以讲吼，咱今日教育将败，会将失败，拢是上海中国人害。啊，恁拢甲乱中国人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恁伫这两三天来，这是啥物话？这就是教育嘛，吼、哦。其实浙江唔是。那您阿未来接触到这个法律的这个系列的进程，无唔对。咱教育就是这嘛，台湾光复节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它有光复，无嘛？浙江是所有交战国分配占领，吼、哦，就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结束了，浙江就是所有有参加战争，吼、哦，四十八国家拢伫遮。分配在浙江分配占领啦，哦，啊，这咱也知影了，因真侪江苏拢有讲过啊，哦，所以讲这我着简单的做一个解说就好，啊，这拢是咧讲咱骗的嘛，哦，啊，这张就是今日咱会当来坐伫遮的原因啦，哦，就是1946年诶，用一张行政命令。哦，1月12号，捷参制第012-97号训令，哦，012-97号训令，一夜之间从台湾人变作中华民国的这个国籍啊。咱原来刻迄张啊，中华民国，迄是国民尔，伊伫你迄个国民，佮你当一个音啊，这就消音。哦，你们不是中华民国了。国民嘛，啊，因为爱公民，才会当去投票。但是恁国民尔，你硬投票，当然算出来，迄个领导人是世界无承认的，吼、哦。就是因为这张，秘书长带去过，伫这个国家甲国家，国家你用政治是免诉的，你用政治安那过得不好。但是咱是用银款。哦，包括奥巴马上任的时阵，奥巴马是人权律师呢。一上任的时阵是用个人款，啊是上加个，无人知。哦，所以讲伊迄阵伫美国的一个台侨吼，伊就讲啊，这个林志兴是虾米人？哦，伊当安尼问讲哦，原来就是这个某某人。哦，但是。咱的林秘书长，伊就是研究这个战争法，伊拄仔咧讲嘛，吼，啊，这就是天佑台湾。伊今日那伫中国，即个学校那拢有损失，就没有台湾民政府，都无台湾民政府，吼，伊个拄仔是讲了较保守啦。我迄阵哦，伊拢讲甲足真实的，啊，但是时间无向济吼，我也无个诠释，吼。就是因为这张行政命令哈，啊，这哈，这有影片 ，Google 拍给你，你当家去看，因为我拢用教材尔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迄是安尼足残忍的，伊也拢对头壳顶家你拍去哈，迄落出来拢白白，迄就是脑浆啊，哦，就是脑浆。咱这个有一个。
进前的司法部长潘信行，因爸爸妈妈做老师，就是伫家己的车头，就是安尼枪杀死的，哦。所以讲，他也是二二八的受难者，哈、哦。啊，昨那么有迄个无知识，哈、哦，新竹这无知识，哈、哦，伊嘛有提起，哈、哦。啊，因为这迄、那个图片，哈、哦，有较看了较残忍、较恐怖的迄、那、啊、個，迄我无用出来，啊，伊话拢用家己用规狗啊，啊，拢人家己淡淡伫咧狗啊那涂家嗡嗡起来安尼尔，吼、哦。哦，啊个而且二二八大屠杀了，佮佮你概念，这个概念是全球内底上长的。哦，1949年5月19号，诶，暗时12点实施戒严，到1987年7月15号，哦，迄天当戒严，叫做迄拄好38年过56天，哦。1949年5月19号晚上的12点开始，这无写啦，我背起来啦，伫我头壳顶内底，吼，我无写，吼、哦。啊，解严的时阵是1987年7月15号，吼、哦，这个38年过56天，哎，7月15号，哈、哦，哎。来啊！这是1949年6月15日开始40,000换1元，哦，这年岁较济拢知影，40,000换1元。伫凤山，哦，有一个欧里桑换两卡布袋的钱，但换两口鼎，一口在炒菜，一卡在煮饭诶。系啦。咱迄个旧台票啦，啊换新台票啦，哦，这拢唔对诶。美金敢有分做旧美金甲新美金？无，哦，啊，这是拢因来所变诶计量。啊，咱台湾人就是安尼，拢死做硬做尔。哦，我所以讲，即马年岁较侪，你爱一定爱甲身体顾好，唔好伤过做。安尼，你哪有法度通看到一个政府起来，一个政府灭亡？这个时刻啊，恁一定爱看得到。因为过去吼，你像咱的东西嘛嘛足济，话安尼挡袂掉啊，往生去。哦，所以讲咱大家脚步一定爱较紧的，回去甲咱的亲戚朋友。哦，尽量啦哈、哦，比较年纪比较轻的，像帅哥这个最好，年纪比较轻的就较坐下来，哦，拢乌头毛的较好，因为台湾民政府需要恁的帮忙，哦，当阿我当阿咱秘书长无法度，整个台湾民政府是咱这同心。大家努力打拼，所以讲咱秘书长有讲一句话：革命先行者，咱拢是先行者。哦，所以讲，卖讲优惠啦，这是唔免阁讲的，一定足济哈。来，这个零式战斗机啊，哈、哦，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伫在战争的当中，发挥很大的效用。啊，伊是安怎？伊这顶管哈。哦有用茶做的，哦啊，所以讲会较轻，哦啊，伊这个油卖底较济，啊，所以讲迄阵吼，美军伊迄拢种规台拢用铁啊，啊，这战争哦，咧飞拢较慢，啊，这零式战斗机哦，咧飞轻起拢轻足紧的，哦啊，落来就会拍会到，但是。伊零式战斗机哦，那平时有枪支拍的哦，就烫人啊！哦，伊是用部分是用茶，哦部分啦，哈、哦、部分，哎，哦，啊这零式战斗机的由来，就是因为黄济哈2600年，就是昭和15年，
哈、哦，2600呐，啊，所以是讲这个零改命名为零式战斗机哈，零式战斗机。啊，在咱每年，哈、哦，伫2011年开始，哈、哦，就是咱拢台湾民政府，哈、哦，咱上少拢有150个，因为我2012年去的时阵上济220个。哦，有够侪人！哦，按咱去的时阵，咱也去交河啦，吼、哦，大众诶，殷勤来祭拜，吼、哦，迄景色拢足水诶。啊，阮去迄天拄好落雨，但是落雨的当中，因内面有一挂工作人员，阮要出来的时阵吼，拢、哦、是90度，甲咱鞠躬，行咧，讲咱台湾民政府精神嘛足好诶。安尼落雨，这话是拢惊好咧，阮去西装拢澹去。但是淡伊无要紧，你吊淡咱诶，因迄个饭店内底吼，足紧就打，吼、哦，因遐是较干燥，吼、哦，啊内底拢有烧气，吼、哦，啊足寒，啊我都足惊寒，吼、哦，我真正足惊寒，我较早伫妈祖诶时阵吼，我迄手，迄手十几手诶肩头啊肉迄个，拢肿冻伤，啊无油啊。啊，有的哦，较严重诶，即耳仔，即拢有咧流汤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即嘴唇拢闭起，伊个海风伫哭嘛。啊，我捌一遍吼，徛迄安全树干，你敢知影？迄穿七领衫，啊，佮迄个迄一领迄个防寒大衣，迄跋倒真正爬无上起来呢。啊，迄裤拢穿两三领，啊，工课吼。迄内面阁有两领头套，无啊头套啊，当个地工开呢，拢包甲剩两粒目睭，哦，迄真正足寒，啊，真正吼、哦，手你伸出去，你无绝对看袂到你的手。哦，伊妈祖，阮伫南竿啊，伫军病院，啊，伊迄一个小村落叫做仁爱村，你若去妈祖，恁就知影，迄仁爱村，啊，要起来吼、哦，真正有够暗的。啊，迄包括迄车辆，伊迄电话簿啊，都对顶悬吼，迄擦，甲你画画一半，你就是得一旦看着涂骹尔。哦，迄足暗的，啊，我伫遐吼，拄好死33个人。吼、哦，就是画，哦，要退伍的啦，啊，是甲人相拍，或是无放假的，啊，画吼、哦、新兵，遐就是有一个空军哦，新兵。伊要出去要小便嘛，啊，唔知影路臭无熟，安尼跌落，啊就死啊！对，溪坎落，迄真正足暗的，出去拢无啥看，暗来打了无好势，啊，上来时，就规个身躯拢白苍苍啊！啊，佮有迄枪支哦，迄枪支啊，武器步枪迄，拍入面哦，像一粒土豆安尼一空尔，但是后壁等下长度拢流出来。哦啊、所以讲，阮是得爱家捡的，啊，甲天个啊，送去太平间。哎，所以讲，咱台湾啊，这块土地啊，真正死足济的怨恨，咱本土台湾人，哦，啊，这拢是因为这国民党吼、哦、造成的。有，较早有，今嘛无，你有啦，所以讲。你若上高级班之前训练，就是咱正式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哦，咱都拢爱穿这个服装，爱整齐啊。有啦，你会当改做啊，哦，当改做。无，较早有，但是产生一寡这个问题，咱都无，咱自然拢改去做，哦，啊，就做黑色的安尼，哦，拢穿安尼，哦，做黑色的。做比较好诶，无要紧。咱要执政啊嘛，爱穿个较水诶，吼、哦，较标准诶，哈、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伫2014年，哈、哦，就是我今年一月17过，哦，咱拢翕甲足水诶，哈、哦。这拢咱阿里山诶原木，哈、哦，这就鱼落去，这鱼还阁是还阁闻着香味诶，哈、哦。这无空起来哦，哦，这拢原木安尼落尔，哈、哦。这规个拢是。啊，迄足大机，迄头爱即摆翕个，即看较细机，迄拢爱走3个人揽的，向大块，这就是靖国神社，
吼，靖国神社吼，靖国神社。啊，阮是就是23号是这个明仁天皇的生日吼，12月23。哦，啊，即卖那德仁的德仁的热人啊，哦，德仁的时阵的热人哈。啊，你敢想讲？简单啦、啊、吼，这是一个礼节。你甲看上手举较悬，你甲咱挥挥手的时阵是上举较悬，吼、哦。包括皇室拢相共，皇太后嘛相共，伊的手要挥手的时阵，袂使举比伊的头壳顶较悬，因为天龙是上大的，吼、哦，天龙上大，伊的手会举比伊的头壳顶较悬。啊！但是伊挥手，毋是讲像安尼慢很久安尼，哦，安尼安尼挥手足紧，伊拢过来遮，安尼挥手一两下啊，过来这边。但是伊这边拢看伫咱遮，台湾民政府头前遮，因为咱是拢会安排伫头前30公尺，这个是拢防弹玻璃，吼、哦，防弹玻璃，这个，吼、哦，这是防弹玻璃，安尼拢伫遮，伫伊面头前，所以讲伊看到都拢看到咱。啊！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啊，就是以皇帝哈，进是2674哈，2674，诶，第二旗就是咱这个旗啊，入面啊，其他无八种旗哈、哦。第一旗就是因的马路旗，哦，马路旗，但是因遐小朋友哦，足爱咱的旗啊。安怎讲？咱那是用布做的。因那是用纸粘伫锤啊俩，所以讲伊咧敢摕一支，当伊藏在因厝做纪念。当年咱那是咱弄分好，爱小朋友拢作爱，啊，这个民政府的旗啊，因都无爱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咱弄这民政府的旗啊，吼，咱弄会炸较济。哦，啊，无这甲看起来，咱若炸伤济，拢看起来拢日本旗啊，吼。哦啊、所以讲，咱这边去吼，咱拢举足侪支，咱拢举足侪支。哦，啊，这个靖国神社，靖国神社，这个是后殿，啊，这是正殿，吼、哦，这是正殿。伊伫后殿啊，后殿当有三种人会当入去尔。吼、哦，第一种就是皇室，吼、哦，就是天皇啦，伊遐皇室。第二种就是国会议员，第三种诶就是。县市长吼，因个关系怎？即嘛选举了，还是交接？这些人带咱入去伫后殿，其他包括日本人，吼、哦，所有因个民众拢总袂当入去，一世人都袂当入去到内殿。所以讲，阮若出来时阵，因为会伫外口，甲咱惊咧。啊，要入去内殿，要安怎入去？毋是讲对头前遐就当爬入去，毋是。才有一个会议室，吼、哦，你甲看才有青青无？吼、哦，会议室的后壁啊有一扇门，无概看，哦啊，伊遐落楼梯落，规个拢总是掀落去的房啊，哦，咱来袂当穿鞋啊，哦，咱拢烫鞋啊尔，吼、哦，穿鞋啊，啊，我2012年迄边去吼，唔、哦、知啊，我穿。一箱鞋人拢穿两箱，啊无就穿厚的。啊，伊佫落雨，所以讲吼，寒甲安尼，伊个对脚底寒起来，就规身躯拢寒。吼、哦，安尼大家知影无？是伊对会议室的后壁遐入去，啊来头前一个仪式了，当佫行出来，啊班头当佫入去安尼。吼、哦，恁若有时间，伊今年12月份。咱开始报名，你若高级班去哩，就会使报名啦，吼。山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也就是一个会议室啦，吼、哦，嘿。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中战70年，吼、哦。四枚五钢，嘿。38000，哎，38000哈，哎，可以开始报名。啊，这是2009年哦，12月15，12月15哈、哦，日本天皇哈，甲、哦、习近平见面的时阵。
但是习近平迄阵伊要个做总理诶，吼、哦，要个做总理诶，伊透过美国的有关单位，吼、哦，甲天皇讲，阮即马中国诶经济有较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是毋是恁台湾会当来美元？即中国人吼、哦，因拢足早就知影，台湾的国际地位啊，美国人知。中华民国嘛知，拄啊上唔知，本土台湾人唔知影咱家己的国际地位，就是安尼才真可怜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咱来休困十分钟好无，吼、哦。